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这故事的话，今天先录一个特别短的，就是头一分钟的视频，大概是录在这个位置。这故事，啊，这个位置。好，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标题。哈里拉希尔马尔哈特查夫，哈里拉，笛子，哈里拉，希尔哈里拉希尔马尔哈特马尔哈特，妮子。如果是先生的话，马尔，然后女士或者小姐没有区别的，都是马尔哈特，马尔哈特，希尔马尔哈特查夫。所以乌龟，乌龟。乌龟小姐的笛子，然后看看副标题下面一行。说 "Sipuh am bahazilai", Sipuh。或者你这里大家用的其实也都问题不太大。Sipuh 故事 story，然后 am 它的读法是一个 am，我把这东西扔到翻译机里面，哎，翻译机给出了一个 im，啊，字母都差不多，但是它的发音也不太一样。如果是 im 是 with，然后如果你是读成 am 的话是民，人民的民，人民的民。那至于具体是哪一个？如果按照他这里来解释的话，我想他是说，这个，所谓 "story of Brazilian people" 有点这个味道。那如果按照 "with" 来读的话呢，"im" 来读的话，就是 "with" 谁。你自己觉得呢？可能用 "am" 会好一点，可能用 "am" 也会好一点，因为如果用 "with" 的话，其实一般表示的是。Together with 就是跟某人在一块儿，故事跟这些巴西人在一块儿，好像有点勉强。好，I'm Bahazilai，巴西人，一个巴西的故事。好的，正文部分。Livni shanim rabot。Al gadot nahar lifnei 在什么什么前面，le 加上一个 pane 是脸，le 是个 two face of 的一个复数形容的人，two faces of 或者 two face of。那对于他来说，两个 sheba 在一起，前面一个 sheba 改成这个，然后这个 sheba 又能把这个点给赶走，所以不再是。Le pernay 而是 leaf 内，leaf 内在什么什么前，before 或者是 ago，就是这个味道。然后 shanim 异形的复数，单数版是 shana，年，shanim，说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很多 rabot，shanim rabot，many，也可能更熟悉的是它的副词版 harbei。那这地方它的形容词吧，many years，我们可以从这个 many years many 反推回去，它是个阴性词儿，那后面是个 ot 的尾巴，就是个阴性尾巴，而它自己本身是带了一个阳性的 in 的复数尾巴，一个异形复数啊。Livni shanim rabot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al gadot nahash，那 nahar 说 al 胖，在什么什么旁边，说。Gadot，所谓的河岸，岸边那个 banks，Gadot，它其实也是个复数。Al Gadot Nahar 河流，所以 banks of river。很多年前在河岸边。接着走，下一行。
Marat Tsav，我们标题里面出现过的乌龟小姐呢？Nigna Nigna，演奏、弹、play Nigna。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故事其实使用的都是过去时态，或者以过去时态为主，除了在那个口语里面，在他的对话里面的话，所以这个故事也适合那种学习过去时代的人来学。Nigna Nigna。这个演奏什么？说巴哈里拉，巴哈里拉，你会发现如何去说那个用什么什么的用啊？with 那 b，然后哈，一个 the 就是什么 with the flute 和哈连在一块儿，巴哈里拉。好，继续。就是说，Kashe hi nigna kol ha hayot hi kshivu la。就是说，k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一个 as，然后再加上一个 she。she 如果我没张冠李戴的话，其实就前面那个 shall，就前面这个 of 这个。那在这里，它更像是一个胶水，把这个 as 跟后面的这个 he。它连在了一起，把它当个胶水就行了。然后后面的 he 他，女版的他，he 啊 she sorry，英文的话就是 she，然后这边的话读法是 he，说当他怎么怎么样，好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啊，其实说 Kashe hi nigna，当他演奏的时候，说 call 好主句在这儿，call 所有的哈哈 yot 哈哈 yot。形容词拿来当了名词用，单数版哈呀，字面上还是活着的，活着的，这地方是活着的东西是吧？或者说野兽、兽类，所有的动物。说 call 哈哈就是 THE，call 哈哈 yot，hikshiv 啦，hikshiv 的话呢，有听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有是参与，attend。参与其实也是这个词儿，hikshiv，一个 hif il 的动词啊，非常明显。hikshiv vu，他们，hikshiv la，to her。如果加上元音之类的事情是这么长的，中间还有个点，你表示这是个辅音的事儿，这是一个 to her。所以，当他演奏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动物们来听它。好，继续。有哪些动物？先来四个是吧？啊哈 yot 狮子，啊哈 yot 霹雳音呗，在这儿大象，大象。再来，巴赫巴赫音们很好玩那个词儿，啪啪啪的扇翅膀的声音，巴赫巴赫音们啊，就这个蝴蝶。再来，那哈西们，那哈西们，蛇。它这里画的只画了一个，实际上它这里用的全部都是复数，你看到的一堆 ot 或者是 im 的尾巴，那哈西们，蛇。还有一个。还有说，the coffin 嘛，the coffin 嘛，在这儿，the coffin 嘛，coffin 稍微擦一下，猴子，猴子，co，复数版 coffin 嘛，coffin，你也没看错，这个词儿就是我们这个字母的由来啊，cough，cough，猴子。哈可菲吗？在这儿，哈，the 可菲吗？the 可菲吗？以及猴子，接着呢，说哈克都，哈克都，他们跳舞，哈克都，有没有他们听是吧？这边他们跳舞，然后
literally 来自于一个 the to，然后再加上一个 the 加上了一个 im 的尾巴，但是 im 呢，它就变成了所谓的这个复数形，所以一个复数的 im 的尾巴复数形，那就是 the delay 声音 sounds。所以 two sons of， 那 dance 啊，他们跳舞，跟着什么，随着什么，是吧 ？literally they， 那同样这两个 shift 在一块的时候，前面这里变成一个 click， 那 literally they， 好，最后这句反而很简单，哈 música 或者哈 música， 这个地方其实用 s 用 z 都可以啊。有的时候我也看到他有用这个的 ，Zayin 也有。哈 ，música se marcha， 那这个东西打明白了啊 ，música， 那音乐的声音，随着他音乐的声音 ，se marcha， 就是那个乌龟小姐的音乐的声音翩翩起舞。好，这次我们就录这前一分钟，下次我们来看接下来的部分，下次见。